来啥子呀，小妹？我们俩相爱一下。我出来买点东西，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去买呀，十九号你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大宝哥，你看他回我了。今晚十点，湖边一起放鞭炮。谢谢你啊，大宝哥，谢谢。哎呀！诚信招聘炮友，你出钱，我出钱，都可以。啊！现在这些年轻人太奔放了。这种事情还发到朋友圈后头，简直是乱来。不行，我要好好的教育他。不行不行，这样贸然去质问他，让我看到他朋友圈的事情，不就暴露了吗？还是找冯妹先去商量一下。冯妹，冯妹，有个急事情。哎呀，你没看到我在忙说，回去说。试试哈，来，找你十块。娃娃的事情。娃娃有好大的事嘛？爸爸，三桥。一个人处理了就是了嘛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冯妹。来了。我就。梁大姐。哎，大哥，你要啥子？我要，来个饼干。再来个方便面。还有，还有个那个。还有啥子？冰啊。啥子？避孕套。你说清楚，我没听到。避孕套。啊？你要避孕套？小心点嘛。八哥，想不到啊，你这个岁数了，身体还这么威猛。威猛个串串，要打胡乱说，赶快拿。那个质量好的哦，一共好多钱？这个是美国进口的，质量好，一个25块钱。好，拿着。哎，哈哥，钱多了，还找你钱？娃娃比管棒棒儿还难管。你在说啥子啊？大哥，今天在我这儿买了一盒避孕套，钱还给多了，我钱都还没找他，就高兴的屁颠屁颠的跑了。你这儿。钱走给你，你赶拿回去哈。
差不多应该睡了，等会儿我就偷偷的进屋，把这个避孕套放到他包包头。我们几十年了，他都放不下脸去买一回，每次都是我去，这一回他咋个自己去了呢？未必然真的做对不起我的事。乖，这么晚了，他跑到河边干啥子？开心，跟我两个在一起从来都没笑过。我想跟你一起跑火盆啊。我也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准备回家呀。那我送你嘛。嗯，走吧。来来，谢谢。我走前啊。跑，你那么晚你跑这儿做啥？哦，我每天晚上都锻炼身体，晓得的。你跑出来抓子？我也在这锻炼身体。锻炼身体，你看你说那几个事情就像都做流量的，要得啥子来干活儿的。这个是真的。啊，你讲，主要是天气太冷了，我没戴帽子，我戴个湿的嘛，热乎些嘛。真的是，太小了，算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也走了，我也走了。哎，耶，陈建国，为了一个狐狸，你几十年的感情你都不要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死人，哎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我打死你！哎呀，宝贝儿，他听不见，他不能我听得见。哎呀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你还要为父大仇，老娘今天跟你拼了！肩膀都打歪了，啊，我的背现在都还在痛。怪哪个嘞？背时，哪个喊你没得事买啥子避孕套？哎，年轻人嘛，你要最大限度的保护他，引导他。人家外国人都是这样的，避孕套，你看啊，我写了纸条条的，我要是想用啊，我写啥纸条条嘛？我又不是瓜的，你来去看。你引导他吗？可以把喊到你面前来当着说噻，哪儿用得着你绕来绕去，整那么麻烦吗？你没懂，我不想啊，我也没得办法。我实话跟你说，那天晚上的醉娃子是我。啥子？我半夜跑到他房间头，一是因为他朋友圈把我屏蔽了，我又悄悄地跑到，就把他打开了。
现在他朋友圈发的消息啊，我都看得到，但他不晓得我看得到，我在给他装笨。哎，那耗子到底发了啥子嘛？哎，用得着你这样子费这么大的劲子，还要买这些东西？对了，你看着，诚意招聘炮友，你出钱我出钱都可以。你看是不是乱整嘛？哎，这底下有个全文的个字，过年一起放鞭炮啊！看清楚。过年一起放鞭炮。哎呀，看清楚了吧？哎呀，陈建华，我真的是遇得到你哦！哎，尽是拿起半截就开跑，哎，整得老娘腰杆都整痛了。哎，你那个老花儿根本不适合刷朋友圈，那就怕。冯妹儿，我当时太激动了，我还不晓得这个全文可以点开。现在的年轻人连搞不懂，耗子他们以后发啥子，我都不得看，我也不得管。哦，对了，你娘生病了哈，明天我去趟成都，可能要在这儿陪她两三天。农家乐呢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哦，万一生意太好了，他们忙不过来，可能要给你打电话，你就赶快去看一下哈。哦，我晓得。你娘是个孤寡老人，太造孽了。凤妹儿，你多陪她好啊。小妹，你来了。啥子嘛？我干啥子？你把我喊得进来。小妹，我晓得你身边的追求者多，我不是最优秀的，但是我绝对是最爱你的。你到底要啥子嘛？我咋没懂啊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一去想一想，一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。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今天我就要向你表达我最大的真心和诚意啊！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但是我认为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不正经，都是耍流氓。小妹，今天我给你个承诺，我愿意陪你走到生命的尽头。太感动了，不然我自己都感动了。小妹，你也感动了吧？啊！有病啊你！你说我花球干啥？小妹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想说我喜欢你。哪有给自己喜欢的人说花球的嘛？不是，小妹，我是想说，我爱你爱的好深，即使你死了，我也会爱你的。你还咒我死、哎、不你干你、哎、小妹你误会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是真的喜欢你啊。小妹，放开你、啊、我最后跟你说一次啊，我们两个永远都不可能，我也有喜欢的人了啊，不要再扯了嘛、小妹小妹，想个办法让小妹抢回来。祖国的小花朵，双十一把购物带回家，看一眼，就只看一眼，没得事吗？15岁应该上初中了。好，我已经放弃治疗了，
未必他得了啥子病啊。哎，说好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我不得管了。大过年的，不会开这种玩笑嘛。万一真的得了啥子病了，哎，这要到国外签一个大合同。哦。要不然，我也不可能让浩浩一个人在成都过春节，你说说，我就只有拜托你们了啊。难道他老汉儿去美国不是谈生意，是给他去找医生啊？要不要给凤妹儿说声？万一有真怪了，凤妹儿要把我打惨。不行，我还是先查清楚再说。大伯，哎，哦，这两本书是不是你的？不是。哎，你咋个在流鼻血了？不得事，我这个鼻子经常流鼻血，我都习惯了。我出去一趟哈。哦哦。未必真的是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万一又弄怪了呢？天公不要来五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大伯伯。哎。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好的，哎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美？喜欢，真心喜欢。那想不想对她表白？想，但是会不会太快了？我想再多接触一下。哎呀，你晓不晓得你大伯哥为啥到现在都还是单身？不晓得，就是因为我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娃娃。没抓住机会，没对他表白，后头就找其他男生啊捷足先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嘛，像小美那么好的女娃娃，你喜欢，我也喜欢。哎，啊，我说，表哥对表妹的喜欢啊，喜欢人多得很。他身边的追求者啊，更是多得很。你要是不抓紧时间对他表白噻。说不定过几天找人家带就跑了。但是你上次在微信头跟我说的要欲擒故纵的嘛。哎呀，是因为啊，当时我根本不晓得这个小美身边有那么多的追求者。我跟你说嘛，你现在面前就有强大的情敌，个子比你高，长得比你帅，还比你有钱的多。人家昨天就对小美表白了，现在小美就在你们两个中间举棋不定啊。我肯定帮你啊。不过表不表白呢，还是你自己决定。只不过表白晚了噻，自己不要后悔哟。咋办呢，大伯哥？咋办嘛？你不能示弱噻，你也对他表白，而且他做的你要做，还比他做的更好。哦，你说的好抽象，你能不能说具体点嘛？马上就具体。浩子，我把你对小美表白的礼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个是个啥子哦？骨灰盒。骨灰盒要的哦。好不吉利嘛，小美肯定不会喜欢的。错，大错特错。你晓不晓得现在女生为啥子喜欢看韩剧？就是因为韩剧啊，十个有七八个都是生死恋。而女生认为爱情必须要拔到一个高度。不谈生死的恋爱，那都不是真爱。浩子，你再想一下，小美的追求者那么多，送花的、送戒指的，啥子都有，送包包啥子没见过吗？哎，你只有把表白的礼物送得心意，送得苦楚，她才能够感动啊。哎呦，是个大哥哥，过不得真节，这个啊，代表永恒，代表唯一。谢谢大宝哥，谢谢。250块钱你微信转我。哦，要得要得。真的是个250。
回来了。哎，赶快洗手吃饭了。我赶个手，马上就来。是晚期啊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搞清楚。哎，大哥，我正在医院，现在忙得很，你有啥子事啊？医院？难道他真的在国外？给浩儿去找医生去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咋不跟我说一声了？你咋晓得的？我哪个都没说的吧？哎呀，这种事情，你咋可能一个人扛嘛？说出来，我们大家可以想办法的。大过年的，你一个人在国外跑医院，你自己也不好受嘛。哦，浩儿他很好。你放心，我们会照顾他的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他们喊我了，大哥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哈。医生让我进去，辛苦你们了。真的可怜，那么小的岁数就得这么重的病。不行，我要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父母。手机也不带，那咋个办了？我说的再多，凤儿也不得相信，还不如不说，反正他也改变不了啥子。不过我能为耗子做点啥子了，也不晓得他有啥子心愿。小心啊。